是我觉得这个上一版的乐府弱蛮多的，有明显的让它变弱。变弱不少啊，三个版本的改动。这个是打二级联赛的国家。我靠，对面是二级联赛队伍，那应该不弱。这才有的打了。波比江狗还是可以用，但是建议候选。用来打一些角色，好一点。哎呦，我操！我刚看到歪歪的，我怎么被他射到啊？比赛出坦行蜘蛛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吗？因为蜘蛛前面，蜘蛛强在他前期啊，蜘蛛前期太强了，蜘蛛前期是强到爆哎、欸。难道不会打到头破血流吗？欸，你看我打一轮就知道会不会头破血流了，你自己观察看看吧。你看完后你就会觉得，哇，蓝宝江哥这个血量怎么那么扯？可其实，你看我这个血量嘛，其实蛮稳定的。哎呦，下路被操了，靠背跳窜，跳窜哇，这有点衰啊。被波 SK， 哇，被 SK 掉 gank， 你看我血量几乎是满的，我只喝一瓶水，完了，爆了，下路死去，三路死去，哇，全线崩溃 ，Win 十还在，我才靠蓝 buff 就死三个人了，看来这场开局不太稳啊。别跑！我探你，扫死，漂亮！江狗不帮忙 gank 二十 FF。这样怪江狗，我也是醉了啦。哇，那下路真的，哇，下路爆线了，哇，一个 SK 把我们下路给毁了。下路炸了、欸，下路难过了，他们真的炸了。
不会这么凶吧？你们别这么凶吧，哥哥，这样不好吧？这样凶我不好吧，哥哥？我擦你，再擦一下！哎呀！哇！不要！哇 ，nice！ 哇，我这个极限啊，太猛了 ，Wins 救我这场啊！太香！哇，这波 Wins， 哦，一个屌废的。可救了！有啊，下路有救了，不对啊，还是没救啊，下路一样没脱离，一样是爆裂的、啊，下路一样是爆的、啊。下路还是没有活着啊，下路还是暴力啊 ，AD 才三等啊，我都快六等了。哦，这可以哦，开骚啦！太骚咯，我看骚不死，可惜没骚到酒桶，酒桶差一点点血量。小鹿，这个大夫，完了，飘飘也要死了，完了，飘飘我再见了，飘飘我死去，小鹿一样没救了，第一波太亏了。我帮不了你们了，你看我声音都沙哑了。哇，好可惜哦！要是我这时候有个大，咕噜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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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杀不到。哦，三个，是我觉得酷奇会下来，我在想这个大夫好不好？完了，我被发现了。这大夫感觉还是要。太骚咯！麦走！哎呀，有没有烟？有没有 KTP？ 哦，可以，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开骚咯，开骚咯，蓝宝开骚咯，开骚咯，开骚咯，蓝宝开骚咯，开骚咯，蓝宝宝，蓝宝开骚咯，蓝宝开骚咯，我们开骚咯。好，够了，快跑！
不要，卖位置，让我去吧。哦，很好，有狙，闪掉。这有点慢。别杠啊 ，Peter。没有，我刚刚这波这么秀，你让我唱一下歌是会怎样啊？对不对 ，Peter？ 我这波这么溜。去开烧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这里有人欸，怕死啊！好搞大，我搞得无电，掉啊！我点死啊！哎、欸，他吓到我了，姑姑想干嘛？太骚咯，太骚！我、哦、干！在脚上，这个大绝。如果他没闪的话，我这个大绝对把他弹成智障。但是他有闪，那我们只……哇，我们要酱油100秒啊！哎呦，野怪都被队友吃完了哎、欸，别做野怪啊！我已经够可怜了。哦，这波有机会哦。再把这个跑线过来，我们来几个下塔，不然我没地方去。快逃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不行打，这不行打。我操！瓜哥在上，哦，这个蹲点，可是没有大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家伙没闪！哎、欸，别让咕噜兽逃了，咕噜兽死去！开烧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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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继续烤人。到了人头的味道，嗯，哎、欸，这个人猪肉出来了。安安，想去哪儿？
他位移的 CD 也太快了吧！哦哦哦哦！哦，这个资源，想飞不给飞，他你想 TP， 我们不能给他 TP。好，他可以了，去吧，菲欧拉，去 TP 吧，去骚扰队友吧，菲欧拉。嗯。加油啊，队友！我会挡住他的。哎呦！哦，大老远跑过来还是有用的哦。哎，安安哭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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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哭泣！你要在图中队等啊！哭泣 ，come on， 哭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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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哭泣。安安酷奇，你好，我姓蓝，名宝，然后我死了。替我报仇，姐！我才3000块，难怪我打不赢。看我身上，哦，我身上太多钱了啦，真的是没办法，不回家买装备就是这个下场啊！我觉得我真的不错啊，怎么我输了？因为我身上3000没买装备啊！有没有？我只要刚刚我至少身上多一个随便一件装备，我多一个860的法杖，刚刚也是我赢。哎，难过啊 ！Q 我啊 ，Q 我啊！嗯，傻逼，再 Q 我啊！来来来，再给你 Q 一次。嗯，想 Q 我，门都没关。哎，我刚是不是看到了古拉格斯在下面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太强了吧！哦，干，我怎么可以这么强啊！我的天哪！这波我真的一个神。波比遇到了菲欧拉，然后蓝宝往上前进。
安安贝欧拉，我来喽！火烧屁股喽！现在的蓝宝很烫，很烫哦，小心点，等离子凤梨要来啦！开烧哦，各位！A D 怎么被烧了？好，我们盯他吧。走喽。他放弃治疗嘞！他放弃治疗了，他真的放弃治疗了。好吧，那我只好给他死了。别下吧，兄弟们。他刚才是应该被我烧到失智了啦，也是啊，我这么烧，他应该是被我烧死。这场我们前面大逆风欸，那我们现在一个直接打回来了。兄弟啊，快走啊！这波会送啊！他都快死了！我有，拜拜，拜拜！哦 ，nice！ 哦，这波好厉害！我刚探他好多血哦！我刚好烧哦，我直接把他满血烧，快死掉！别跑！我烧！奇怪，我怎么死了？这个飞弹，这个 QR 连击，这伤害真的是
高中之高啊，直接让我不见了，太小看他了，以为他是垃圾，没想到他这么痛。哎，我两次都是这样被库奇，两次都是库奇让我丢脸呢，两次都是我该秀 play 的时候，库奇让我丢脸，太可恶了吧。那我丢脸两次哎、欸，这库奇在这边让我丢脸一次，在这边又羞辱我一次，哎，我真的太难过了。我只是想开骚而已，只想开骚，错了吗？我就倒退。哎，安安，哦，我这个大局太骚咯。这干这波是找我，姐不在。结果这家伙你西门哦，西门呢、欸？我结果怎么少一个？因为你在这里。啊，GG嘞！这 BD 好猛哦，哦干他还想秀哎，一个大局。他嘲讽他哦，他连大都不按他直接用这个暮色黑了嘛，他弹死。你GG。Meet me。